有网民在公屋群组发问，新年前夕终于毕业。他透露自己18岁已经开始单人轮候公屋，去到24岁转排家庭队，排新界二人单位。现时他27岁，收到首派大埔新公屋，富蝶村之后拒绝。新年前夕已派再中新公屋屯门显发村，现在已经签名确认。有很多的网民都认为他很好彩，又指他18岁已经开始申请公屋，并获得编配是人生大赢家，希望他安居乐业好好工作。但有部分同样18岁开始排的人大呻，苦后多年一直都未有回音。